里面哈、哦、有几个数字，以前怎么算哦？但用看的嘛，哦太累了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呢，游标放这里，插入函数的时候，找到呢统计哦 ，OK 哈、哦，统计里面的 count，OK， 那各位可以看到 count A，count blank，count if， 哎，刚好全部接在一起。count 什么意思呢？计算范围中包含什么呢？数字哦 ，OK， 也就是说它这个 count 哦，只会算数字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里面是放的文字，啊，即便是那个看起来是数字，但是里面放文字它也不算哦。比如说零开头的001啊，哦。它会当文字也不算 ，OK， 好、哦，好，第一个，所以如果我想知道说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个数字，按确定回来就知道了，不是三个。那如果我想知道说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空白，哎，空白，很简单，一样插入函数统计里面 count 里面有没有 count blank， 哎，有没有空白的？所以以后哦，你想要知道这个范围的空白 ，OK， 选起来七个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不是空白，也就是有资料的，一样嘛 ，count 里面有没有叫 count A， 多个 A 有没有非空白储存格的数目？哦，所以 count 是算数字 ，count A 是算有资料的 ，OK， 按确定。好、哦，但你可以有很多个范围了、哦、OK， 那我们用这个范围来看一下，里面59个，那也就是说哈、哦，这里面有7个是空白的， 59 个是那个，那53个是数字，也就是有6个、哦、就是不是数字，也、哦、不是数字以外的资料了。OK， 好，这个是 count blank， count A， OK， 再来的话 count if。康衣服什么？如果是男生的几个，如果是女生的几个，哎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哦，但你要这样从头算，不如用什么统计里面康衣服。那康衣服哦，比那个三米服简单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两个格子。哦，那三米服多一个，最后要加总，它不是加总，它是几个，所以是个数了。OK， 好 ，range。这个地方的话是条件，所以男女的条这个范围 criteria， 男生输入男或者点这个哈、哦，按确定四个。女生的话呢哈、哦，其实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，有吗？然后这边的话 ，OK， 把这个条件改成女生，女生有几个呢？有三个，好、哦，所以应该总共七个没错了哈、哦。OK， 好。再来的话呢，哎，销售额大于5万的有几个？这边 OK， 那也是一样，用最近使用过的康衣服，哎 ，range， 其实这个就不用犹豫了，一定是判断的那个范围 criteria 大于5万。OK， 好，它会自动帮我加双引号了，我看确定有三个，好。这个部分的话是 count 康衣服，那请各位利用 count 跟康衣服、哦、去把刚刚那个乐透彩这个地方做出几率出来，几率呢只需要用两个函数，一个 count if 什么呢一号，另外呢101年总共出现过几次的、欸、几个数字，所以这个地方怎么算几率、哦、OK， 所以是出现的次数除以总共的次数、哦、就是它的几率了。那这个地方、哦、我的习惯这样了，范围从第二，这个是一次嘛，对 J 也算哦，一直到底下，所以 Ctrl Shift 向下把这个范围全部选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哈、哦，等一下要切过来，我觉得比较不方便。我习惯用那个什么名称，这个范围哈、哦，我们可以用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，给它一个名称，或者是说，哦，我叫做开讲91好了，哎，开讲91年。OK， 那这个范围就会叫做什么？开讲91至这个范围。OK， 好，另外第二个是，哎，这个先复制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九，哎，不是91，应该是101。好，那特别注意哦，102哈、哦，也是一样 ，Ctrl Shift 向下。这个范围特别注意哦，公式定义名称之外哦，另外有第二个方法，这个框框里面有没有？直接输入开讲102 Enter， 这个范围呢也被叫做有没有？按哪个方法快？好像感觉哈、哦，直接从什么？从这边比较快，好、哦，啊、以后我们就可以用 F3 去把这个名称带出来，来指向这个范围，这样会比较简单的。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你将来要选来选去哦，容易选错，反而按 F3， 那怎么做统计哦？给各位看统计，这个一号出现几次？很简单，超软函数用 conf， 最近使用过的好了。conf range 本来是要切过去再选，对不对？这个就不用 F3 开讲101，这样感觉会比较 OK 啦，因为、哦、这样的方式比较像资料库，资料库里面也是这样，按下去就指到那个嘛，按就不用再去选，因为选有时候拉来拉去，有时候拉错了，而且出来的那一串、哦、又很长一串，感觉看起来不舒服，所以我蛮建议以后你的范围通通给一个名称、哦、然后 criteria 就是一号出现17次确定，二号出现几次点两下我就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要的不是次数，我要的是几率哦。所以呢第二个除以什么总那个范围里面总共有几个数字，有没有总共开出几号嘛？全部，那用哪一个呢？其实就我们刚刚用过嘛 count， 其实用 count A 也可以啦，不过比较精确应该用 count， 因为 count 是数字、哦、count 什么范围 F3 开响101，有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 几个号码？693，为什么693呢？因为、哦、一次开几个号码？7个，总共有几期呢？99期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就690。当然，你将来你也可以用这个来算啦、啊。不过，好像用这个会比较 OK 一点。count 这个范围里面，好，这个时候的话按确定，几率就算出来了。那102你怎么算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就把这个复制起来，取消，因为它名称、哦、只差一个字，所以怎么样？102，按打勾，哎，算好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哦，所以哎，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 OK 的，而且感觉公式、哦、很清爽。本来很复杂的东西一下变简单了，一看一目了然、哦、OK， 好，啊，合计的话就是把它怎样等于这个加这个，总共几率是这么高，哪一个排名第一呢？用什么？应该用 rank 嘛、哦、统计里面 R 开头的 rank、哦、R 有没有 rank、那就是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当然这个你也可以怎么给一个名称了、哦、然后把它锁起来，好，按确定，
点两下，第一名就找到了。这个 ，OK， 34号，好。第二名呢，就21号。第三名这个，不过你会发现哦，感觉好像不清楚，有没有？他这样，因为我等一下要签7个号码，所以请你给我7个号码，而且要很清楚的。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，哎，这个帮我们教我设定格式化条件，新增一个规则，如果里面的值小于等于7也包括，因为我等一下签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？7个号码对哈，然后小于哎不小于等于7，有没有？所以是出现几率前7个，告诉我，我等一下就 去楼下。有一签哈、哦，就可以去签一下，哦，哦，哎，随便你就中了哦 ，OK 好、哦。那色彩的话就是红色的，粗底好了，好、哦、这样，那底色要不要底色来个黄色的好了，这样最清楚。好，这样了吧，够清楚了哈、哦，确定一下，哎，这7个号码，有没有？就一目了然，哦，哎，所以这几个号码啊。哦应该懂我在做什么了，所以这些技巧就用刚刚的方法，没有多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是里面可能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这个开讲101，开讲101跟102，这一招真的一定值得学，因为这个观念跟资料库是相通的，对照表直接马上，而且以后 VLOOK 函数也可以这样用，尤其 VLOOK 函数啦，连 VLOOK 函数尽量也是用这个方法，马上可以抓到对照表，资料自动抓过来，也很清楚啊，而且名称我们都看得懂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地方就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应该这个 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了，啊，最后把它加起来排名，啊，可能会有问题的，应该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了，记得把这个范围选起来，好，利用那个这个新增规则，好 ，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好。